网恋的榜一大姐来找我奔现，我特意过来这接也她。太好看了吧！我运气也太好了。哎呦我，不好意思啊，哥们儿。不是你瞎呀？啊，你出门不戴眼睛吗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刚看手机，我没有看见你。你什么玩意儿没看见我？没看见我就完了？我这衣服多少钱？你知道不？你给我赔啊！不是，我就撞了你一下，你让我给你赔什么衣服？不是你怎么的？这说话。哎，好了，你俩别吵吵了。你二维码拿出来，给你钱。那你扫吧。够了吧？不是，都已经赔给你衣服，你还想咋的呀？我今天心情好，我就不跟你一样了。林子大了，什么人都有。刚才谢谢你啊，美女，你这是来旅游的吗？要不我给你当导游吧？你真没认出来我？咱俩认识啊？哎，你这一说我还瞅你挺眼熟呢，你该不会是我前女友吧？我是你姐。姐？你不是去外地了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来看个朋友。你是过来接我的吗？啊，对，我是来接你的。那咱俩走吧。绝对不能让他发现我的秘密。姐，你现在变化真大，真好看，不像小时候跟个小男孩似的。你变化也挺大的，你小时候还说长大以后娶我呢。哎呀，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。姐，你等一会儿，我去接个朋友。怎么找不见人呢？打个电话问问吧。喂，咋的了？怎么会是他？